到三井山内来，你好吗？我要甲四姐姐，我名是的艾莎，我今年36岁，我上个月八十三只了麦，我来种六十八斤红干，我来海洋的日本游法，我去做饭，我要些个菜农买两个嘞，我水米高，我读书读足好毕业。我已经有工作经验在阿拉伯两年，2007年到2009年，正干正熬的农民照顾百个月。我暗镜高，我暗镜毛，我暗识讲广东话，但系我未学。我暗识住中国送，但系我何必住中国送？我使用作业在香港，我要揾多地钱俾我自己，同埋我屋企人。俺不是新生代代，再见，还好过，拜拜。